Well,有的呢已经成了这个碎片，甚至是一些是这样的消息哈。那么首先，目前还有四个火点，每一个呢大概有一两百平米这样的。附近的百姓也在思考这个到底这个空气质量如何，包括这个交通状况如何。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首先是再一次向我们表示他们会竭尽全力的救火。中间基本上已经占满了半个天空。同时我们在现场还看到数十台消防车